大家早安，早安。观众朋友们，看到我们今天的播出呢，是我们所有人过完农历年之后的第一次录影，所以每一个人精神奕奕，状况特别好，因为大家都出国回来了。而且老实说，我们有一种好久没见面的感觉。对，我看到你们有中觉得说，哦，好想你们哦，好久没有看到。其实我们饥饿算是超久没录影。两个月，两个月只录一次啊，一个半月有了吧？对，一个半月，超多啊，真是超久没见了，对，有生疏感了。昨天整理行李，整理的很头痛。为什么？因为太久没整理行李，想说到底要带什么东西，然后就很慌张。然后我看到工作人员都忘记工作人员的名字了，这么久，哪位？哪位？啊，奇怪，我们过完年回来精神那么好，工作人员怎么精神都这么差？对啊，为什么那么疲惫？因为还是熬夜前吃啊。哦，还是你们也生疏了，还是没有发开过红包。我刚有看到主谋在那边练习翻扑克牌，他连翻扑克牌都忘记。OK， 我一下巴士看到他在旁边练习念 round， 念那个规则。好啊，那我们这边来宾先来介绍一下，没错，好，旁边是美少女。哎，不是这样讲，好像有点怪怪的哈。不能这样。李爱琪。对，刚刚我看到她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她是美少女。那种背，对，我刚刚看到的时候，哇，好正，好正。爱琪就是，爱琪就是好像不管到几岁啊，不管多久看到你，好像永远就是都这样。她永远都是像小女孩的样子，不会变。对啊，然后就是这样走过来，好漂亮。然后一站到林香旁边，就哎，怎么差这么多？欢迎林香。林香。林香最近又变瘦了，就是有点超了。有点过度。你为什么？你感觉要瞪他？他是你经纪人吗？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操劳会瞪你？一讲操劳，都是往旁边撇一眼。趁年轻，年轻工作量多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真的。就是当那有一段时间，一定是就工作量会很多，是，那就要好好把握享受这段时间。对，累是很累的。对。所以你看，你一累了就会变瘦。我们这位累了也是变瘦。嗯，有吗？我还是一样啊，两位都很辛苦，累了还是要吃。对，两位，你们现在是不是准备要去那个经典赛？对，在练习了吗？快要开始了。快要开始，怎么从年前讲到现在，你们都还没开始练？我们以为要跟我演唱会一样，对，太多人要凑一个时间，对，很难哎，20几个人哎。所以你们现在一次都还没有练，然后经典赛马上就要开始，你会不会掉漆？我们先各自私下练，然后再聚集起来练。哦，对，很多人通常是这样，先自己先排，排的差不多之后，大家再聚在一起。因为中华队、啦啦队都是各个球团里面最红、最优秀的，他们本身就都已经很忙，嗯，要凑都很难。好，所以接下来你们要为我们中华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一起努力。好，接下来欢迎盛爽，不得了，这拍戏之余还可以来我们节目啊，真的，是不是？几乎没有什么外景游戏的，很少，体验没有。没有，你是当出来玩就对了。好，因为我们这个其实就是出来玩的概念。啊，只是不能吃东西而已啊。超饿，我现在觉得超饿。哎，跟林香第一次见面吗？对，站在他旁边会不会很紧张？蛮开心的，舒服。这应该是正常的对啊，大家现在都很开心。对，那你可以见过吗？我要跟。啊，算了，不是，你走开一下。哦，这样子我好开心哦。哎呦，好，今天开心玩，开心玩，开心玩。今天我们这边比较特别，要两位一起介绍。我们欢迎星星姐以及杨子怡。我真的是第一次来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阵仗，真是太。然后我觉得自己有点吓一跳，感觉有巨星的感觉。据说有一个超厉害的剧情，嗯，他们俩是母子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因为子怡她没有办法生。不是我没办法生，是你老婆，是我老婆没办法生，他老婆没有办法生，于是呢，他们就决定了跟妈妈讨论完，找了另外一个女生要来接父生子，对，那个人就是安心雅，是，结果生着生着，他们两个生出感情了，哦，现在目前剧情就是走到这一段，就是刚刚好，就是两个人到底心中是不是萌芽出那个特别的爱情？那身为妈妈这事怎么处理？对，都他造成的。因为借腹生子这件事情呢，是妈妈提出来的，妈妈的主意，所以妈妈当时在那个时候，怎么会有这么开明的妈妈？对，1943年那个妈妈算很厉害，这样的。没有，1943年其实当下以我陈伯文这个角色，我们家的经济状况，我其实寡不剩余可以一直娶。哦，可是因为伯文这个角色，他非常的深爱他的老婆千家，就是米可白那个角色，是，所以其实最后是妥协答应妈妈说，那我借腹，可是我不娶盛怡。
嗯，对，不把她娶回家，弃妇，就产生妥协嘛。爱上她是不小心萌生出来的，应该是说她在决定做这件事之前，她有跟等一下嘛，等一下，她刚刚没有说话，一句感觉，你刚说什么？发自内心，对，为什么不小心？为什么？不是，我只是帮大家说话。哎，刚刚那个很像是什么，知道吗？观众没有在看电视，听人家讲话之后，会自己在对自己说出来，说哎，男生的嘛，对啊，男生都这样嘛，赚到了还这样子。如果有一天你结婚了，然后你也生不得，然后你的婆婆却讲说，那我儿子就是要跟别人生一个小孩，当你们的小孩，也只能这样，家比较有钱。只能听他们的，然后再自己默默说，都马说不小心，这样就再爆出这一句。你要看男生吧。但其实这是蛮无奈，因为那个年代，我讲了一个多么凝重，会不会太凝重？对不起啊。好，那我们跟大家讲，我们从欢乐的开场讲到香火的延续，待会我们就是要三跪九叩过去了。没有没有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播出的时间讲出来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跟你讲出来，其他可以剪掉，谢谢。对对对。好，我们来到了宜兰这个地方，请问主谋。我们都知道四十岁是人生的分水岭。有我们有人四十岁了吗？今天谁生日吗？没，除了。没心啊，我的年龄不是秘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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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这几位分成两队，分别是四十岁以下的青年队 ，VS。哎，你这，我都看得出来。我觉得你这有歧视哦。你这个真的是哈，你这是有年龄的歧视哦。怎么会没有啊？这玩意，我觉得目前是。黄仁甫都站出来。谁是？哦，哎，很难搞哎，这样很累，因为我刚过哎。这我就我会在这里面算最小的。四十岁的分水岭。啊，有什么好不说？这个啦，他们四十的过来这边好不好？四十的过来，妈，不好意思，我差一岁，我39，没有人在算39的，39都要讲四十过去啊，过快过来了，没有，你不要再演了，过四十的，你们都不知道花花保养的多好，超好，各位，今天这期播出之后你们就知道了，花花厉害，为什么你在这里？对啊，没有过四十，他讲过四十啊。他用，所以他是五字头，他以为是四字头的要在哪，他五字头了，所以他不知道五字头也要过去。哎呦，这样很过分哎！分队而已，干嘛生气？对啊，走心。你这个分队就有点很有意无意的，一直在就是把一些东西搞在一起这样子。这不是我们，是因为我们这边经验太丰富了，对这种小嫩咖我们没有批评啊。小嫩咖太无聊了，他们那边没有知识，没有常识。你变知识了，你啊！来，你们这边也不用太开心了。最接近四的是谁？自己举手。哎，我好不容易压线嘛，39我差几个月了，可以让我带一下这一队嘛，对不对？再一下嘛，四十的分水岭游戏王哎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其实我们这样我觉得还好，我们比他们多。你这个过几个月录的话，分配又不一样。对对对，我们这边有算是呢，体力也还有，经验也多，有尝试也好，嗯，对不对？他们那边呢，跟我们呢差那么一点点而已，然后他们又少了我们的一些知识跟尝试，对，体力我们也 OK， 我们是拼人生阅历的，对啦。所以你们这样分配不公平，我们气的是这个，对，太不公平了，对他们。看游戏，看游戏哦。然后破胜机制讲一下，每关破胜的队伍，除了可以吃东西之外，还可以盲抽2张扑克牌。哦。然后整集下来，你拥有的牌可以跟我们抽出的5张公牌，来拼凑出最大的牌面组合。最终牌面较大的队伍就可以冠军。最后一关跟你们拼的意思。配出来。OK。有5张公牌。OK。最终牌面较大的队伍有机会获得奖金10000。有机会10000，有机会，所以平均下一个人两。有机会，我第一个是什么反应？还是你丢10000出来好了？出一看太真实了。那为什么要抽5张公牌呢？因为怕有人有队伍是都没获胜，都没，那你就用公牌来跟。都没获胜，这么瞧不起人啊？这也是，这也是有可能连输几关。如果有牌的，有牌的就一定要配吗？还是说我觉得我的牌配的没有公牌好？那我就你跟空牌配啊？对啊，难讲啊，真的难讲。其实跟你们公，我不能跟公牌配吗？就5张，对啊，可以跟公牌配啊。选择性，所以一定会选更好的啊。选择性比较对啊，应该更好啊。今天他们的这种分队，假设说我们他们有安排那种，比如有关耐力或体力，其实对我们是最不利，就整个团队来说。哦，对啊。可是我看过体力很好啊。
他们也就两个体力好而已啊。靠他们了。对啊，就两个拉拉队体力好而已啊，其他都不大好。分组能够高啊，拿高五可以的。对，好好好好，还是看游戏看游戏。你应该站到中间去。啊！你看这个身高组合，什么意思？我可以直接看到杨子怡，没有空，对，完全没有阻碍耶，完全没有阻碍。跟孟哲之间的视野好棒哦，完全没阻碍。OK OK， 好，分队完毕。OK， 关在里面。OK， 好好好，换队伍。节奏多怪。对啊，为什么有人有点生疏？你这个放假放太久啊！好奇怪哦。不好意思哦。